何嘉林，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副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客座教授，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画院副院长，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教授。
它这个其实行事语言还是挺强的啊，它是一块留白啊，一块啊弹幕染一下啊，叫行事语言也。
里头再上啊颜色，它还会厚一点。
好，这个基本上就这样啊。有些干了以后在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留，需要再补充了。基本上也就完成这一节的这个董其昌的这个小品临摹先到这儿。希望大家回去有机会也可以临一下我觉得董其昌的这个笔墨是非常丰富里头有很多的笔墨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临摹学到很多关于笔墨方面的一种知识希望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多努力吧，谢谢大家。